家好，平凡的感动让我写下了音符，喜怒哀乐让我唱出了我们的故事。谢谢你们给我力量，继续送上满满的祝福给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音符出版2024年 Remember Stories in SG 歌曲艺术文化表演作品在线征收。这项活动将开放给大众群体，无论你是在新加坡或者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，都欢迎你们来参与。只要你们是音乐家、音乐发烧友、音乐者，在学校、社群、基层组织、工作人员、公司员工，都欢迎你们来参加。只要你们喜爱唱歌、跳舞、表演，或者是有任何的才华，都可以来参加。参与者只需点击 URL 来学习歌曲，并在歌曲的目录中任选一首或者是多首歌曲，反复的学习并录制成自己表演的视频，在线上载即可。被筛选到的作品将会在本社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在8月份发布。待活动结束后，本社也将会颁发证书和纪念品给参与者。这会将是一个在新加坡的活动。来吧，朋友们，我们来一起拥抱这个音乐的梦想，来一起实现对人生的憧憬。所有热爱音乐、编曲、表演的你们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来展现你们的才华和你们的天赋，来推广华语文化，还有发扬新加坡歌曲的一个机会。谢谢你们的鼎力支持，让我们拭目以待你们的作品吧。再会。